我感觉没道理啊。啊，这、哦、来了 ，W 定做，这吃牛肉吧，下牛头吧。哎，这个闪什么意思啊？闪不了好像。哇，处理这么好吗，田野？我感觉他这波有点细节啊，他直接顶泰坦，你知道吗？对。这是艾翁，怎么说？艾翁要遭殃啊！艾翁要遭殃，应该杀不了，死不了。Go go， 来吧！我操，闪没问题，这下半局压力大惨了，兄弟，有点懵啊，好不好？一点不血腥啊！你现在比赛都这样，都这样吗？没办法，对，我确实感觉我打的时候三分之一。哇，但是要来了呀！来了，这波总能抓死人了吧，兄弟？但是有盾怎么说？过来给盾有用吗？还是被一枪做掉，哥哥？但是炮哥来了，嘎子往后拉，准备跳，小炮跳下来没用啊！死了，死了，应该没后续了，有点亏啊！但是要开大了，要开大了，来吧，挡一下，挡一下呀，两枪，挡一下呀，三枪没人挡，挡了，哎，行吧，还行还行，一万一。说到其实他这样有点。冒险，其实他刚才要在这里的，对，要在河道的，确实，要在跳走。我操，兄弟，差点那个复刻，复刻吗？那一枪，那一枪，怎么那一枪？就梦魇，梦魇，我讲。赶紧，这怎么说？你有点不干净，感觉你是当事人。我肯定是啊，但是你有点不干净。怎么说？上路是维沃的话，你现在应该不是零零零啊？那别呀，我铁男不随便压你回上去，你现在应该直接收。你现在应该是零三零。我靠！来关进来啊！直接关吗？来就是一枚啊！有点累呀、啊，丢够了吗？不是，直接开整了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说飞出去？哇！没在掰掰脸上，直接这够了，这在玩什么？直接狙了。这是五个威波，这为什么？这只是啊，不行，我要换了，我要左边，我要换左边了。五个威波吧，有点。我跟 Mark 打的时候，他说我老是压一级，我这么大优势，然后还猛吃经验，然后一直输我经验。不辅助会在乎这些？哎呦，闪现高，两枪，三枪响彻漏没漏出去，但是把泰坦拉进去了，不是怎么没掉血啊？这可量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第四枪这掉没掉血？现在掉了，哇，死了。但是跑得掉吗？没闪。怎么说？一根打不了 ，kill， 直接把他掰走。好、哦，死不了。有盾？有盾吗？没盾。哎呦！哎呦！死了。还有后续吗？卡子最后一枪，好急。没有后续了。W， 好走、哦，好走。可以，还行。这波五排，这波卡子绝对有点问题的。他最后一枪憋了至少六秒钟。他狙架子不开。不是他还不补枪？我操！你看。他前三枪射了，他先射还行，这里对他第二枪第三枪侧漏没打到人，射牛头射了，憋着啊，就永远憋着，你干嘛？直接射了过来，一人都杀完了，这个太夸张了。然后这里 A， 对 A 一下被哦，这被定了，没办法，定了没办法。这里再 A， 但他这么弹，一共就一个大招的三发子弹，然后加平 A 的三发子弹，这没办法，这不可能闪现过去的，爆破。其实这波运营还可以，这波运营 very good， very good。电波速也没问题，是的，这波要踢过来了。哎，郑叔探了一下，知道你在打，怎么着，涛博人都过来，已经踢了，小炮还没踢，小炮直接拉打野了，还要打吗？真要打吗？要打吗？直接关兄弟，关住，怎么说？光蓝涛博立马打大龙吗？啊，闪上去了，哎，哦，还行，补了，打龙打龙兄弟，没成了。怎么说？这里要打铁男，看下后面。哇，连两个！我操，铁男好肉啊，好硬！喂，兄弟被牛头顶完了，这波。什么？记了，李宁。哇，铁男有点猛啊！兄弟突然就记了，这感觉他们没玩过铁男啊？怎么说？好像是的。是吧？这真没玩过吧？兄弟，这不可能是这样开大龙的，对面有铁男。感觉有点夸张，确实。其他的英雄都不是很好。小火龙确实有点猛，对线对线。啊、哦！迷路没闪、哎、来了，今天逮你！拜拜，兄弟，兄弟，哥们，一个篮球直接。这只要把被那个椅子弄过来了。不是，现在他已经就是不用，已经在那个嘛，他已经不用动鼠标了，人为就被一波了，差不多了，还没、啊，已经被一波了，还没，这也没吗？感觉你有点不会玩英雄联盟啊？真的吗？我是，不是这能翻啊？那我是干嘛的？啊？我是干嘛的？感觉你是玩，我想看你是玩什么的，兄弟。植物大的僵尸杂交版，哥们直接选手，就点阳光，点阳光都点不到，感觉单手玩吗？单手玩 ，OK。兄弟太变态了，不是一个敢问，一个也敢说，我操，感觉你不是玩英雄联盟的，那我是玩啥？你走，小炮一人通通，他主要破败加大穿，
破败加大穿。哎呦，没闪，射中，没人跟，没人跟吗？这不，哇，巨累，这泰坦兄弟，巨累，泰坦大的放不出来啊！再晕住，往前跳，哇，说只打没人大，只能回头大铁男，赶紧 W 走，这回回上铁太累了，感觉都很累啊，兄弟，只能挨打，怎么玩？这么累啊？不是，只能被干，怎么打？怎么说？三十分钟差不多，可以吧？我的游戏里三分钟过了，真没毛病。三分钟已经过了，这太累了，这紫卡我操，巨累啊！哇，紫卡下巴也是，感觉有点红了，兄弟。紫卡下巴会这样玩吗？哇，虐拳！哇，能别虐吗？啊？怎么说？一波直接翻盘，还行。有感觉的呀，挺有感觉。